喜欢派对小游戏的 Switch 玩家有福啦！任天堂即将推出的世界游戏大全五一，顾名思义就是把多达51种经典的现实游戏搬进 Switch， 游戏项目真的是多到让人眼花缭乱。桌上游戏类有跳棋、黑白棋、麻将等等，卡牌游戏的部分德州扑克、花里、心脏病任你玩，也有玩具类的运动游戏，像是玩具网球、棒球、足球台，甚至连保龄球和飞镖都有收录。游玩方式也非常多样化，单人、多人单机、多人连线应有尽有。如果是轨道车游戏这种特殊玩法的，还可以把多台 Switch 拼成一个赛道来跑呢。喜欢派对游戏的玩家，6月5号发售的世界游戏大全五一，可是你召集朋友的好机会啦！世界の遊び大全51。